本人林平方，最近有网友询问我，你的视频发明是真吗？是我的体验出来的。我回答，是亲身发明出来的。我的发明不需要吃药的，经过几十年的实验到现在，亲人跟朋友的证实，绝对安全。如果没有我的发明，我跟女儿已经失去听力了。好像流鼻血用我的方法很快止血，还有封膜用一次就好了。说到臭虫，我相信网站没有我这个发明，它很方便，很有效力。磨剪刀来说也跟人不一样的发明。说到我的视频，洗厕所放油我用了两三年很清洁。你不相信，看我的视频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没有人做我发明的视频，我的发明没人来证实，就是你们不敢去尝试。我们遇到问题的时候给你们感觉的舒服有多少？还有现在这个疫情，不妨尝试我的视频方法，好过待在家里受痛苦。